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呢就是有一居二期的三房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一入大门口已经见到业主是做了这个储物鞋柜，之后就到了我们的饭客厅的位置，它是呈长方形的设计。今次介绍这个单位呢是位于21座，实用面积654尺。现在望紧呢就是我们的客厅了，从客厅的窗那里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就是望回我们有一居的远楼景。这一只织呢是非常之实用的，因为它没什么走廊位。现在我们就是先望一望主人房。主人房呢面积就相当之实用，可以摆放到三边落床和一个大型的衣柜。而景观呢都是望回我们有一居的远楼景。主人房浴室是重新装修过，改了用企缸。客厅的另外一边就是我们另外两间的客房了。这一间房间是有两个窗，这个窗望出去就向南的，远望就是桂丽新村的远景。最后这一间睡房呢面积已经是最小的了。两间客房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客厕，同样采用企缸的设计。厨房就做了很多的厨柜，储物量充足，而且是提供了雪柜和洗衣机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